从今天开始，全靠你自己的一双手，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美发师。田仓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今天突然叫家具店的人送梳妆台到我家来。阿信小姐还真会写信呢、啊。我从三个不同的女人那儿收到了笔迹一样的三封信，你一定也会这么认为，认为我是一个花花公子。如果奶奶的心脏病再发的话，那就救不回来了。我一定要看到佳代穿上这件新娘礼服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再让我去一次东京，我求求你！你怎么还想着去呢？到底哪一边比较重要？你仔细想想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东森戏剧台，阿信。